下面请欣赏相声《学韩语》，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谢谢，好，你们好，真是的，今天特别的开心啊！好，是，那喊要生孩子的，不，我这说相声的，待会儿咱们再生。这是个什么、是大哥，行了，大哥，我们这生孩子，你这喊嗷嗷的喊什么？你接生啊你？大哥，你声音能催产啊？不容易啊，是好嘞啊，好嘞，好，对，搞对象咱们一会儿再说。谁说这个了？他不说吗？伦哥，我给你搞对象。人说人家看你来了啊，都好啊，真是啊，特别的开心啊，对，特别的兴奋，是。一上台来有这么多的朋友喜欢我们，感谢大家哈，都看谁来的呀？不是，当就当我没问，好不好？我错了，就当我没问。哎呀，我太鲁莽了，你听见什么了？他们有的喊出来不是我的名字，我听见了。我问他们看谁来的，喊了得有七八。是。谢谢成都的父老乡亲啊。怎么了？看他来的。喜欢他。谢。不喜欢我。你们好残忍啊！怎么了这是啊？喜欢他，我跟你说，郎鹤炎现在在我手里，没有100万我就撕票。等会儿，这刚才说喜欢我的都说撕票呢，这是撕票吗？你们到底是看谁来的？他们是看杀人来的。好，那我就他们看台上啊，死两只人啊，两只人。对，啊，哎呦这。真好，我发现咱俩一上台，台底下都是说相声的。尽量啊，咱抢讲话，你知道吧？你要抢不过他们的，你就下去听去。我都下去，我都买不着票，我怎么下去？喊什么呀？来，你们上来，你上来，都多大了还玩这么幼稚的游戏呀？你们大伙儿太团结了啊！行了，大哥，人都喊完了，你还在这一上来？我俩人干不过你一个呀。对，没问题，咱们两个人干他一个人。你哪伙的呀？我哪伙的？我哪儿人多我跟谁一伙儿？没有立场，咱俩这么多年，真说我跟大哥打起来，我要死了你不就成孤儿了吗？你快去吧，你看你长得这白不撕噎的，跟刚从坟里钻出来的，这是真说我今天发生点什么意外，你觉得这一个舞台剩你一个人说单口你会吗？你他在台上就得自爆，砰就得自爆，炸一地的肥肠。合着我这身上没别的，你看他这说话就枪火了，对不对？我真说我要不在了，你在台上你会干什么？单口相声他不会。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枉费舌尖。这个我跟你说，这哎这儿摆一馒头，狗都会说。你等着，我给你拿馒头去。我不要馒头。你不要吗？要花卷啊。你再爆脚牛肉好不好？你再来一个。再来有能你来一个，来一个别人不会的，你来一个。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血中蝼蚁岂能逃，太平待诏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俩馒头啊，人家这都会，这我师父当年，我跟你说这一段都臭了街了，你知道吗？臭了。再来一个他就不会了，他要会我死这儿。别，真的别，道德三皇五帝。你给我看，张鹤伦，上厕所没洗手。哎，你居然能闻出来？废话，你败坏了我大皇的名号。原味的？什么原味的？
收起你的爪子，小白。大黄，你今天有点赛脸了，你知道吧？小白，你今天才有点过分。大黄，差不多得了啊！怎么今天人多还管不了你了？他是说着说着听话，人多有点激。大黄，这好不容易来着，大黄，坐，坐，大黄，秀，秀，大黄，雕。我今天没喂狗粮，小白捡回来，再捡一遍。还有他自己玩上了，你看看，上这边来。不是你是不是要造反呢？快点！不是你这件事要造反吗？什么叫造反呢？管不了你了还怎么着啊？你凭什么管我呀？要大伙儿给我撑腰呢。大伙会那么两句定场诗就叫单口了、啊、谁不会呀、啊、德云社有不会的吗？你会吗？哎呦喂，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银月滚金球，远自湖北三千里，近到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听听人家，我来一个他们不会的，行不行？你来来，我听听。哎呦，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怜，邀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野难如钩。会的人更多了，听这个、啊、还有啊。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什么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贱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担，骑马坐轿修来的福，推车担担命该然，骏马驮着痴呆的汉，美妇人常伴着浮眠，八十老翁门前站，三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你看安静了吧？那也有人说得上来。难难的，这有什么呀？对不对、啊、再来一个。来啊。终是关羽断了刀，从此再无回首掏，听过吗？终是貂蝉出了轨，吕布董卓互相怼，终是猴子丢了棒，紫霞牛魔上了炕，终是达摩剃了头，从此不再用飘柔。哎，不，你这还差一句呢。差什么呀？终是利民退了社，从此名字不带贺。没这句，没有，我不叫，我叫张利民，我叫张鹤伦。你叫张利民，把我鹤字还整没了，干嘛呀？这个定场诗谁都会哦，在德云社你干个几十年啊，这定场诗啊，我们都得基本功啊，是是。演员你都得练这个嘴皮子干净利索。刚才那个同仁堂，那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这个先生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十个名医列两旁，这个先拜药王后拜你，你是药王的。这个节目人家演过了。来个他们没演的啊，来个没锻炼嘴皮子的什么呀？对呗，比方说绕口令。哎呦，这可大了。要不咱们这么着吧？嗯嗯。要不咱们那么着，哎，要不咱们怎么着？你是不是有毛病啊？让你说绕口令，没让你跟个冤家过生的。就是门后吊吊吊吊吊着。老师，你是想说门后吊刀刀刀吊着吧？门后吊吊吊吊吊吊。你我说的时候，你把耳朵撩起来，你听着点。你尽量用我们人类的语言来说这个。红绿绿绿绿绿绿。好家伙的，这绕口令出来三头驴，什么红鲤鱼、绿鲤鱼与驴。我说的就是，你是不是耳朵拉稀了？你说话放屁的。钓鱼那个行不行？钓鱼那个。钓鱼要钓，钓鱼要钓，钓鱼钓，钓鱼要到岛上钓。钓鱼要钓刀鱼，钓雕。你钓雕啊？钓鱼要钓刀鱼，钓刀鱼要到钓岛钓钓鱼。哎呦，刚才说了什么啊？就您这绕口令啊啊，
好有一比。怎么比？比作屎壳郎戴口罩。怎么讲？臭不要脸的。真来一个你能行吗？啊，打南边来个喇嘛手打，听这个吗？好像听过。您就半句我能没听过吗？来来来，你要挪哪儿去？来，刚才谁喊的吁吁，给我站起来。你别喊了，那一喊到时候锦鲤那边都站起来了。来，我考你个绕口令，谁站起来？刚才谁喊的吁？还真实在，你看，对不对？我也甭来来远了啊，头一排，头一排，那个看手机那个，别低头看手机了，别玩手机了，玩玩我好不好？说什么呢？这是他第一排坐的，在那低头玩手机，我不得批评他吗？用得着你批评人？多少钱买票？我退给你。多少钱？您说十万？十万？不是，你跑这洗钱来了？没听说过，听相声还有这业务呢？花十万听张小伦，你疯了？你有那十万单独给我不好吗？凭什么给你、啊？你想听什么？我上你家跟你说去。你拿人十万块钱，你就说这个得，会的多着呢啊！真的，比方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嘛去拿喇叭去换，腰里别着喇叭的哑巴，别着喇叭哑巴说不换。哑巴都说不换了，心里话要说还没说出来呢。你真厉害啊！那潜台词不换。怎么吃多了还甩食？怎么了？这都是语言上面的基本功。最开始我们练的就是这些。是喽。演员，你得说话的每个字儿都让大伙儿能听得清楚。哎，这字儿。对，每个字儿就别老抠我字眼儿。我多怎么抠您字眼儿了？您瞧瞧。吐字发音。别，吐字发音。就说这意思。好的好的。讲究用运用这个。哎，对不对？中国的语言我们都研究透了都。您呐。哎呦。博大精深您都研究透了。今天给你来点那个俄了金德的。你瞧这路话，什么叫俄了金德的呀？心了宣的。心了宣的。对，有了男的肚子。有了男的肚子。对。你来个有的女的味的，您这是。来点那个语言啊。啊，您就说有难度的，给你露一手。什么语言呢？要不露一手，你也不知道二嫂子是个娘们啊。好、啊，您这都显怀了，您这都是。哎，外语行吗？外语。对。哦，哪国的语言？语言是语言，你哪国都行。哦。英语你会吗？英语 ，English。对，你会。不太会。哎呦，还是的。哦、英要想学好英文，先掌握这22个字母。你这，然后你先等等，你等等，哎，等会儿。怎么了？怎么了？不是，不怎么。我就想问您，英文多少个字母？你猜。我猜，我孩子呀，我猜。哪句这是？什么叫哪句啊？哪句是不是我孩子？我猜。废话了，英文多少个字母？20多。20多是多少？不到30。他跑这儿搞对象来了。我给你个机会，你说。你给我就26个。对，我知道26，我看你知不知道。那你刚才说22个。我按8折那么学的。学字母也能打折？都知道 ABCD 嘛。ABCD？ 东北就这么教。啊 ？AB 哪个 CD 呀 ？EFG 呀？H I J K， 哎呦 ，M N 呐、啊、，O P Q， 啊 ，S T U V W，S Y Z 呀、啊、，X Y Z 呀、啊，亮相，哎，亮什么相？亮相，你丑态百出的样子。哎呦，人家是英文字母歌，你怎么唱成二人转了这？在东北学的，老师就这么教的。哦，东北老师这么教。英文歌，啊，英文歌，对不对 ？Ladies and gentlemen， 会吗 ？Ladies and gentlemen， 对不对 ？Welcome to 德云社华西剧场，对不对？那还有一个 live 呢，你怎么不说呢？华西 live 剧场，对不对？哦，那个华西 live 528你怎么说呀？华西 live point 528，我也会 1 2 3 4 5 6等等等等的，就到 6， 您六队队长就到6是吧？
对了，你可真有六啊你。六对，就学到六，怎么了？这太好了，对不对？这都谁不会啊？什么 hello, fine, thanks, and you, how are you? 会。小时候就是那个李雷、韩梅梅的头一篇嘛，那不就是？哎呦，这怎么了？英文都会，没有必要炫技了。谁小时候还没学过呀？这倒是。英文歌行吗？英文歌，您唱唱我听听。哎呦，来个英文歌啊！来个好听的。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哎，兄弟，兄弟，还有一高腔呢？哪有高腔的？后面那个 Happy。不是，咱实在不行，咱就试试中医。啊，你才有病呢！我觉得打针已经控制不了你了，唱英文歌给我们唱生日快乐歌，干嘛呀？没必要，兄弟。不是说有没有必要啊？来别的吧，又不来这个了。哎，来别的。什么呀？泰国。泰语。泰语行吗？哎呦，我泰语我不太了解。啊，对，你看萨瓦迪卡。啊，萨瓦迪卡。对，萨瓦迪卡，前面有个大辣火车吃的还不难。什么东西这是？一点不懂啊？不懂啊？啊，我也不懂啊！你别不懂啊，你都说出来了。泰国我去的少，哦，我不敢去。为什么呀？是他们说去那儿会少零件。别听他们胡说八道，那是、啊、旅游的好地方、啊。我就少去了啊。我哎，日本行吗？日语？哎呦，我哪天我不接触点日语啊？好像你们知道的比我多啊，您日语也有接触。对呀、啊、日语五十元音。哎，这说到点儿上了。啊，因为我卡卡库卡库萨西四三九四马咪姆梅姆，听过吗？您这怎么又跑天津去了？跟天津有什么关系、啊、这不天津快板吗？怎么天津快板了？不是，您说着我给您打着巴掌贴着板。啊，因为我卡卡库卡库萨西四三九四马咪姆梅姆，没错，这不就是天津快板吗？天津，我跟你说，日语就是学的天津话。我头回听说，怎么学的天津话？比方日语那个 “saw the snake”， 啊啊啊！天津话 “saw the smile”， 这是学这学天津话。这不胡来吗？这 “saw the smile”， “saw the snake”。啊，这俩人永远打不起来。那个日语接触那个呀，哈基米莫西的多佐尤罗西库，你知道吗？あれがどうございます。私はロンです。あなたは長さんですか？哎，你，そうか。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你说的是哪个老师主演的？是苍井还是小泽？武藤。跟那大哥说的一样。嗯，我就知道这些。你就知道这些像话吗？别胡说八道。不是，啊、你都知道啊。日语我也知道。对了，大妹，这边有这个，哈哈，亚麻的，对吧？你拆着说，我们也明白。我就会这几个词儿。哦，就会这几个。对，因为他们都是多数都以这个动作戏居多，都武打片儿。我看的武打片儿。哦。鸣人，火影忍者看过吗？哦，鸣人佐助，对不对？哦。这是。神龙九次有那个吗？火遁，打火球，噗！这是日语吗？水遁，打火球，有那水遁，水遁流，噗啊一个！完这火遁，打火球，噗！有的，有的。有那个萨库拉酱，拿了刀。你看过这个吗？我看的这少。你看你哎，你那个也有动画片版本的是吧？我看的就是动画片足球小子、哦、棒球小子，灌篮高手 Slam Dunk、啊、对，都知道，都也看着，是是也看着。那日语你也会哈？嗯，还怎么饭？韩语会吗？韩语，哎呦，我还真不会。哎呀，怎么说呀？合着我不会什么，他高兴什么？你看，打到我手背上是不是？打您手背上了。早聊韩语啊！哦，韩国日语来说，您到底是什么呀？日语一般。嗯，韩语您呢？哎呦，韩语之父。您是韩语之父？对，我跟您不一样。您呢？我微信之父。我去，你扫一码，待会儿那个、啊、咱能不能聊到一个频道上了？我觉得不是，你能不能听清我说什么？我这说相声呢，你行不行啊？我知道啊，你拿我当安西教练了是怎么的？不是，韩语我不懂。
韩语不懂啊、嗯、不懂，我真得教教你，这是我的短板。到回头啊，跟你说咱们现在这都录综艺呢，回头带你去韩国录个小综艺啥的、啊、真有这个，有这个，去韩国。对了，我天哪，那演小品，我们就演这个小剧情，不说相声了，演小品了。现在你说你看现在谁说相声啊，说相声能挣几个钱儿？那也得该表演呀、啊、这回头我挣钱给你买个头套。确实我现在这有点稀，我说啊，对不对？哦，带着你，哦哦，韩语，哦，韩语教你，韩语您教我，韩语，就是您呀，您也别教我那么多，我也不懂，我也学得慢，就是能上综艺的，咱来一短平快，行，好好，有这么一个小桥段啊，什么桥段？我把这桥段教你，回头啊，到时候找我的时候我带着你，好，对不对？这太好了，现在哪国不去呀、啊？嘿呦，哦，是是，走丢好几回了，对，那您能回来就算不易了啊，真的，真的教韩语啊，韩语。有那么一个小剧情，什么剧情？父子爷俩，哦，是吧？早上起床之后发生的一个小剧情。嗯嗯，您来，我们看看。啊，那他这就比方他儿子看着他爸，啊不，哎别，你等会儿，您先别着急啊。我们爷俩睡觉的事儿，谁跟谁爷俩啊？我先等会儿，儿子叫爸爸怎么叫啊爸呀？我大爸不是叫哥哥吗？哎，你不说你不会韩语吗？你个大骗子！谁大骗子？那个韩国的这个剧情，你说那叫欧巴。撒浪嘿！我说是阿爸。哦，不一样。哦，不一样。对，这等于就叫父亲的。啊，叫他阿爸，都木木木，你答应了木。来，那哟呵，怎么的？烫着了，老头儿。不是，发现目标了啊！我心里的残不成一能过。什么？我心里的残不成一能过。不是您慢点说。我心里的残不成一能过。您慢点说呀。再慢点。啊。再慢点就听出来了。对。多新鲜呢！我不听出来，我怎么学呀？啊，你要翻译啊？翻译过就是为什么？那餐布上面一滩黄，为什么那餐布上面一滩黄？哎，对对对对，就这。你要连一块说。为什么那餐布上面一滩黄？哦。为什么那餐布上面一滩黄？哦。啊，他儿子啊，餐布。哦，他说惊讶。餐布。啊。啊，西土了。哎，怎么骂街呢？这是。哪有骂街呀、啊？这韩语不得哎西，不是不是，他不是你那个哎西，不是那个。哦，你学的太像了。阿西是个人。哦。阿西是个人，阿西吐了。什么？阿西吐了。阿西吐了。对。哦。阿西个人，阿西吐了。哦，疑问呢。对，阿文他儿子，嗯 ，I don't know。哎哎哎，不对。这句是英文的，你看他儿子嘛，小孩人家也学外语。哦，是，就说一日语，哎，懂不？说那个说英文，哎，懂，我不知道。啊，完之后问他，喝点啤酒，什么东西？喝点啤酒。你这句话是青岛话吗？什么叫青岛话？哈啤酒，吃海鲜？不是啊，这是韩语，喝点啤酒。哦，喝的啤酒。对，哦，喝的啤酒。他儿子回答：“嗯，就喝了一滴。”不是，你再慢点，什么？就喝了一滴，就喝了一点儿。对对，就喝了一滴。好。阿西他喝啤酒真香。您老师，您受累，您放慢。阿西他喝一喝啤酒真香。你再慢一点。阿西他一喝啤酒醉一宿。阿西他一喝啤酒醉一宿。那哦，谁跟阿西喝？慢点，谁跟阿西喝？这句像东北方言了，谁跟阿西喝的？就你一个。啊，就你一个？那就我一个。哦，这回破案了，就我一个。啊，你赶紧吸了。哎呦，这太恶心了。什么？餐布上一滩黄，他爸爸赶紧吸了。那赶紧洗喽。赶紧洗，赶紧洗喽，赶紧洗喽！发音注意个韩语的发音，赶紧洗喽！就您这玩意儿还有发音呢？对，那残把那漂白洗。什么？那残布拿漂白液洗。那残布拿漂白液洗。别一冲冲就是洗了，别一冲冲就当洗完了。洗完不能睡觉，洗不完不能睡觉。
七八八的水饺。哦，听清了没有？听清了没有？这他说，这糟糕，怎么又有这个了呢？不是，大概其的意思。哦哦哦，大概其的意思，对不对？你我因为我一人说呀，你学不会。是，咱把这个情境表演出来，你就明白了。这现场表演吗？对了，哦，好比说，我给你个便宜啊，你呢演我儿子。行，你等会儿，这便宜我成你儿子了。我这大段台词你会吗？你再说一遍。他儿子词儿少。哦，就刚才那几句。对了，哦，他父亲这词儿多。行行行，那您我那受累，勉为其难的扮演一回你的爸爸。你心中乐开了花了都。谁说的啊？喜怒不形于色。还不形于色呢？这鱼尾纹都能夹死臭虫了。待会好不好？啊，来，就在这儿来演绎出来。哦，好的好的，让你啊对这个韩语有更深的掌握。行行行，我好吧，您受累。咱们呢就是已经那个各宰各屋睡。因为你已经大了，你自己睡了，我得跟你妈睡。您不用交代这个。对，我怕你不明白。不是，我明白，我明白。哦，我找你妈去喽。你回来，作笔成样啊！就这一会儿啊。我知道，啊，我知道。来吧，睡醒了到这儿会合是吧？你还要现形？你看。你吃屁了？什么话这叫？你哪那么多戏呀？你干嘛？什么意思？您说了吗？早上睡醒了，各自从各自屋出来，到这儿一集合。没那么多戏，知道吧？一步到位就行了。没有了，没有没有，是吧？那对不起，扎嘴放屁都不要了。哦，一步到位。对了，你诈尸了？诈尸是这样，这谁放屁给你蹦出来的呀？您像您老这路话，这不是您说一步到位吗？那有早上扑通一下蹦到他爸面前的吗？我怕晚了，我一下跳过来的。有那么孩子吗？你正常，你跟个人似的，行不行啊？我生的是个人，你瞧说不是个煤气罐成精，说的我都不是人了。你像个人一样，好吗？啊，行行行。爸，啥事儿啊？什么啥事儿啊？咋的了？你打我？你挺自然呐。啥事儿？啥事儿？我削你我。哎呦，就忘了忘了啊！我以为每天的日常呢，咱。对，咱没有这日常啊。对对对，我忘了忘了，说韩语韩语韩语。你出戏了，你。爸。咱不是在广场睡觉啊。废话，广场这儿还有门呢，你看没？有一个人，再叫一回。这次只属于我哟。爸。哎。这回还有女的呢。哎。但。我媳妇的惨不成没等我。你是弱智吗？你笑什么呀？不是，这是这个孩子的内心戏呀。孩子什么内心戏会笑出来？你给我讲讲来。他爸发现餐布上有一滩黄，他一个同时孩子也发现了，他特别的恐惧紧张，怎么办呢？就用自己的笑容来掩饰一下尴尬的氛围。所以我看你的表情像饿了，还没到赶紧吸了那点儿呢。你不能这么猥琐的笑，你是哟，完了完了，爸爸发现了，惹祸了，得是这种心理状态，知道吗？我确实害怕了。对，你害怕不能表现在脸上，就有那种惊慌的感觉。哦，是吧？明白了。不能这嬉皮笑脸的。嗯，咱不是弱智，好吧？嗯，像正常人一样。好嘞好嘞，不回去了，就在这儿吧。啊，嗯，爸爸走两步有点累。我爸爸韧带不好啊。爸，那为什么这惨不惨没等我？惨不？哦，惨不？惨不？不干嘛
么让自己薅没的呀？我这回可没乐啊！你看吧，我完全按照您那台板，我惊恐，我弹不，那哪来这么多戏呀、啊？我让你蹦着了吗？你给我站好了说不会吗？不许蹦！你把这舞狮子来了？不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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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哎呀，我这你像个牛蛙成精似的。你好好的，我成金蝉了。再来。不。我先把这残不上没动过。你怎么动手啊？我歇死你就完了，你嘴里边在骂什么呢？我没骂，你说这残不上，我说，哎呦我去！韩语有的哎呦我去吗？所以我没说出来呀。你好有理由啊你！内心戏，内心的恐慌。就一个，你不用说别的词儿了，就说一个词儿，残部，就完了。哦，就爸爸发现了啊、哦，我残部。我是觉得好不容易去国外了，给人不用不用，多余了啊、哦，都多余了。哎，就你就表现你内心戏，咱收敛一点吧。明白明白，一句词儿就好了，要不咱过不去了。你爸容易死残部这儿。那摊黄是你弄的？啊爸哦。为什么的残部上面一趟哦？残部？喝的啤酒 ？I don't know。阿西图了？你跟个弱智一样的。我怎么都不行，你看我说多了不行，表情丰富了不行。你知道什么叫害怕吗？害怕的那种眼神。害怕知道。我。我太难了。你不要演那么多戏，内心戏啊，残不，就是。就这种知道吗？欲言又止又怕爸爸发现那种心理状态就好了，不要给自己加戏了，我求你的，我的老 baby。 先还再来一遍，还有空间。我希望这残部上面一层哦，残部阿西图勒 I don't know。 喝的啤酒巧克力的阿西坦克啤酒最小谁个大小就你个就一个赶紧洗了那残不得漂白洗被匆匆就是洗完了洗不不是洗掉你看了没有哎洗不哎呀呀好了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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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傻瓜！